学校里到处生机勃勃，老师和蔼可亲，同学们互相帮助，杨校长经验丰富，在他的感恩治疗下，我有了明显的进步。我热爱这里，这里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想早日离开的。我知道你想跑，为什么要电他？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有人觉得咱们病了，所以被送来治疗。但是你觉得咱们真的有病吗？跟我来看看当晚的真相吧。办公室里到底有什么才让你们冒这么大的险？你想真正意义上的回家吗？妈！如果你们认真学习，听家长的话，还会被送到这儿来吗？你带我出去！因为我们现在逃走是无法真正逃走，我们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被抓到下一个新入教的学校？你更喜欢哪个？我都不喜欢，我想要第三个故事。没有第三个故事。你会见到的。